了，各位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上礼拜有介绍过节拍套件，对不对？当然那个其实严格说起来不算是完全体，每一个套件都有专属武装，在这一次的 Geese 的设定里面，如果假设你要玩到最完整的内容，那一定要买它的一个专属套件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节拍的一个专属套件，就是它专用的一个电吉他，好吗？其实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一把算是非常非常好玩，而且重点是呢，如果假设搭配节拍的话，我个人觉得搞不好可以组团哦。但是不得不说，我觉得这次包装有点小，所以我对于等一下它的大小有点不是那么有自信，因为毕竟你们也懂的，新生代的东西都是能缩水就缩水啊，尤其这种特别长型的武器。但是感觉至少要做的像响鬼那样吧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Geese 形态的一个节拍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猫咪，再来就是说它专用的一个电吉他，而且重点是呢，他们这一次的话真的是电吉他跟斧二合一哦。跟他讲一下，这边就明确跟你讲，它一下是电吉他，一下是斧这样子。然后后面的游玩内容，说实在真的是有一点点少，好不好？我希望等一下它内容是非常充实的。就把这把变出来好不好？这一把就是我们猫咪的一个电吉他，真是好短，短到我有点没有办法接受，你知道吗？这短到我觉得它直接当个斧头都没有任何问题啊！有发现？跟响鬼那样比起来，这个真是短太多，我觉得至少再多加长一节吧。我觉得没加，说实在有一点点看不下去啦。基本上我们从前面这边就可以看到蓝粉色一个配色，它基本上都是采用塑胶成色，但是对于万代来讲，他们的塑胶成色已经进步非常非常之多啊，而且里面还带一点亮亮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总外讲还算 OK。然后在吉他身的一个部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点不应该，我觉得这是弦的部分。应该感觉要加一点电镀啊，因为在以前响鬼里面是有加电镀的，可是它这边的话全部被移除光光，有一点点说不过去，所以它就算这场全黑色啊，但是至少它这个黑色部分啊还是有用纹理去做一些分色啊。然后再来说一样有三个按键，这三个按键都是不能按的，主要是按这个键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吉他后半部分很典型的有美式电吉他，就那种尖尖的这样的设计，整个都带一点类似那种亮粉亮光感觉啊，所以整体反光会带一点金属感。然后跟大家备注一下，这个是软性材质哦，就是以防有人用这个把你朋友敲晕。再来就是说这边的话一个金色涂装，并且这边还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是可以按的，是用来切换形态。然后在上半部分基本上采用蓝色做个设计，它的出音口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。这边还要多一个这个，这个话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会知道那种 3D 贴纸这样子。这样子有吗？它这个音条是会变的，虽然它本身并没有使用 LED 面板，好像应该不太可能，但是我觉得这是在省成本情况下最好的一个设计啊。在整把上，我觉得涂装就普普通通啦，也没什么涂装，就是这个有一个金色涂装跟一些银印这样子，然后其余部分都是塑胶成色啊。我觉得它的外观是没有问题，因为在剧中蛮帅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的太短，它短到跟一把斧头一模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键，虽然它竟然是设计音效，但是其实严格说起来，它真的是斧头啊，真的就是这样用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它真的太像设计音效。然后再来就是说呢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边的话可以先选择风格，然后这边的话再刷它的一个能力。Rock Fire Metal Thunder Funk Blizzard Rock Fire。OK， 一共三种。这个的话是我们猫咪第一次登场时最后使用的大招。Metal Thunder。这个的话是 Geese 在打群体怪时使用的大招。Funk Blizzard。这个的话是定人的招，我们先用这一招好了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其实还不错哎，基本上每一节都有一段音效哎，但是它的音效虽然说有点短，但它会一直重复啊。它的必杀声基本上都差不多，但它在爆炸部分的话会有阶层这样子。一二三阶分别就爆一二三次这样子啊。
我觉得必杀技的影响说实在有点小的偷懒，跟盖好像没差多少，连爆炸声都没差多少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将猫咪的两种大招全部都用过一遍啊，就是结冻跟我们的火焰斩这样子。然后在剧中里面啊，这两个其实也算是微微的一个组团啊，我们稍微试完一次给大家看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先用这个帮队友上 buff， 然后并且将冰冻大招将原本在绿洞的怪人全部给冰住啊。这两个可以组团，我觉得蛮赞的。搭配的嘛，我觉得算是非常优秀，好不好？这样就还原我们昨天的一个大招。好，其实说实在，我对他大小真是很不满意，就是，但他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出彩。还有各位，以上是我们这一次吉他的一个完整开箱。我觉得总观讲，他的音乐算是非常非常有诚意，好不好？必杀部分还有待欠佳，但总观讲，他三段音效三种类型，我觉得算是诚意很足了。而且每一阶都可以发动大招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非常优秀。总观讲，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推荐的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因为毕竟吉他类型的武器，我觉得算是蛮久没有出现。总观讲这次出现，我觉得蛮新鲜的，还蛮赞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一个卡梅莱的 Giz 的一个电吉他开箱。如果喜欢，请帮我来评论，下节拜拜。